看准美食商机，高雄市一间购物商场斥资上千万元，打造具有异国风味的美食街。除了引进多家餐饮品牌进驻之外，也期待借此提高来客数，估计营业额将比过去原本的楼面成长一倍以上。服务人员高举韩式炸鸡、美式牛排、意式料理及台式饮品等不同口味的异国餐点，象征购物商场的美食特区正式登场。那这边的话，我们把它重新规划，花了一年的时间重新整修。那现在的话，已经有四家品牌开始营业。那这四家的话，包含韩式的，还有日式的，也还有我们台式的茶，还有整个意大利风味的料理都有。那其实，在未来九月、十月，还会有更多的像更多元的日式的，然后欧式的品牌去加入。高雄市美食餐饮竞争激烈，继高铁站百货公司推出美食街之后，南高雄购物旗舰中心也重新装修，引进许多独家品牌，希望吸引来客数，刺激营业额向上提升。和以前的宴会厅相比，其实我们的预估所有的店都开满了，应该业绩会成长一倍以上，那对我们来讲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注意。年轻人是购物商场的主要客群，餐饮业者看准商机，引进国外知名品牌插旗进驻，希望抢先在暑假期间开出红盘。对，我们主要针对年轻的族群，18到22岁的年轻族群。那在这个百货公司里面，有很大量年轻的族群在这边逛。那我们会希望说，借直营店的发展，让在百货公司里面设店，让更多人认识我们这个品牌。越来越多家餐饮品牌亮相，除了让消费者看得目不暇接，也让民众有了更多选择，无形当中不仅刺激买气，也让百货公司或是购物商场美食街一家一家跟着开。港都新闻潘志光、王思武采访报道。